大家好，我是陈老师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下汉语中常见的五个疑问代词：谁、什么、怎么、哪儿、什么时候。在汉语中，我们会用这些词代替我们想要提问的部分，变成疑问句。比如说，他下午打车去 That's Mandarin 上汉语课。如果问人，我们用谁来提问？谁下午打车去 That's Mandarin 上汉语课？如果问时间，用什么时候提问？他什么时候打车去 That's Mandarin 上汉语课？如果问方式，我们用怎么提问？他下午怎么去 That's Mandarin 上汉语课？如果问地点，我们用哪儿提问？他下午打车去哪儿上汉语课？如果问事情，我们用什么来提问？他下午打车去 That's Mandarin 做什么？好了，你学会了吗？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